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央视春晚的节目《山水霓裳》在播出后引起了很多的讨论。时装走秀类的节目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就出现过两次。在播出之前，大家是很期待这个特别节目的，只是没想到播出效果就不尽如人意。高度饱和的色彩没有多少美感，舞台的特效制作也过于一般，加上没有认同感的服装服饰，让众多观众大呼辣眼。在这时候，河南春晚的舞蹈节目《唐宫夜宴》突然登上了热搜，因为在观众看来，这个节目才是真的展示了中国美。相比于大家经常看的舞蹈节目，这个的舞蹈演绎有点不一样，它不需要很高超的高难度动作，但是动作之间没有任何规则，甚至每一个舞蹈演员都是不一样的动作，还要加之表情来完成表演。节目体现的是大唐的繁荣，舞蹈演员的角色是一个个可爱活泼的盛唐舞女，将要去参加一场宴宴，在去的路上他们各种嬉戏打闹，最后穿过宫墙之后来到了富丽堂皇的宫殿内，完成了出色的表演。舞蹈演员衣服上的配色有些贴近古画簪花仕女图，红绿色的搭配却不会饱和度过高，妆容和发饰也是唐朝时候的装扮，每个演员手中都拿着不同的乐器，故事感很足。为了符合唐朝时候的审美，这些舞蹈演员的口中都含着棉花，好呈现出那种脸蛋圆润的美感，就连身上的衣服也是特制的连体衣，里面塞有海绵，舞蹈演员穿上就有了那种丰满的古典美感。舞台的光影变换也是节目的一大看点，随着舞蹈演员的动作，舞台也在随之变化，有时候是仿佛身处古画之中，有时候又像是把博物馆搬上舞台，背景有时也会变成夜空。在舞蹈的最后，舞台变成了华美的宫殿，俯视的拍摄手法更显恢宏。唐宫夜宴这个节目时间全长不到六分钟，却是一场惊艳全场的视觉盛宴，仅凭文字很难说出它的美，直接观看是真的震撼。这个节目是由获奖舞蹈节目《唐咏》改编而来，没有对舞蹈动作进行过度的改动，就是压缩了一下节目的时间。河南春晚是在除夕的前一天播出的，播出当晚的时候，这个节目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，甚至有网友说这个节目是播出了五天就上了五天热搜，可见这个节目质量之高。因为唐宫夜宴的顺利出圈，当晚的春晚其他节目也受到了关注，不得不说今年的河南春晚确实水平很高，还有太极表演天地之中也非常值得看一看，舞台的设计加上舞者的表演也非常大气。因为节目的成功，它也成为了河南的另一张名片，看过节目的观众对河南的博物馆产生了好奇，希望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，想知道是怎样的文物能够让创作者有这样的灵感。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这个节目，或许可以抽几分钟时间看一看，基本是挑不出什么瑕疵的一场表演，如果错过会很可惜。点击关注，找我的时候不会迷路哦。免责声明，以上内容纯属个人观点，仅供阅读参考，如有涉及到侵权，请联系作者删除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